边就尝试一下是不是？是，应该是要过这样。OK， 好，你在这边啊，这边蛮快一些啊，这边开工现在有几久？还有，我们进去看看一下。好，第三全部都有通知。哇，这个橱柜很大个啊！嗯，我进去看看。哇，一定有橱柜。那就是啥？到时候叫他来过啊。我这里毛线做过的啊。嗯。都毛线做。这里锅子皮啊。好，整体来讲工程，我们设计师都是这样啊。好啊，来驻场啊，你设计的，你自己还知道这个娃娃是怎样怎样哦，算了算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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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姐。这边不掉，三个阳台全部做过，你装的阳台是这样的，整个不了嘛，你看这些浪费掉。可是如果你们这边打出来，它就大了很多了，你看大了很多。好，你够磨损，它就比较干净的，比较容易打理的。你看这是桌，这是矮凳。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每个厨师都安装上去了，果然还是人多利用大。我今天把我们 brand 搭的小衣服店在东城，我们今天开销。哇，这做的很快耶，人家。我要先请一下都装好了的。应该可以这样子讲啊，如果户主买的东西齐啊、灯齐啊，他是很快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哇，这个滴滴咳嗽很大套耶，这个是好的吗？这个是？嗯，这是好的。这个我们这样 OK 的，来 OK 的。哦，那我这边门。这个主人房的硬质玻璃门。啊，我们电工阿光在那边装灯，好不好？好，留下来。啊，好，我们的电工主要的，先叫电工大头手。可以看到办公室的下图。石头桌面好顺啊！现在很流行这种啊，卫生灰尘耶。还可以用一个设计的灯笼。设计还是干嘛流行这种啊？对，然后现在一个石头这种台中灯哦。哦，还有。因为它比较复杂一点，它有那种石灰的。哦。它是因为安装玻璃门跟打灯的，就是装酒瓶的这种。哦，这边这个还有片假门是吧？对，假门。哦，假门还挺好的啊、哦。来去，我们去试厨房来看看一下。这个东西。当天门都安装上去了吗？都是白色为主啊，白色为主啊。外面也是，哇，这些是传统的招头的啊。对，啊，传统的招头的，你看我们做一个斜锤的，啊，斜锤的。我们来到了楼上阳台这边，这边是主人房，主人房的壁橱柱这些也是安装了。这边是截止桌，然后上面有一些上书，可以收一些文件，有一些东西。然后这个时钟也是会打灯的、啊。当时这边就会放 king size 的床垫，然后这边是 TV console 的 divider 啊，这边是有保留的一些主题。要是挂衣服挂打灯也是可以的，可以不要放 TV。然后这边有排 L shape 的 wardrobe。当时这边就是玻璃门，里面也是有一些打灯的、啊。这边就是梳妆镜台了，镜子还没有安装。好可爱的小花图啊，对，每次来哦都看到不一样的改变，每天都在增加新的不同的花，那个银粉色的紫色不同中的结尾 New Channel by Sky 下期就交工了，记得继续关注我们哟。